第九个值得来的就说的来着，看好了啊。第九个的习惯是能避免三点钟方向，先喊保护线，再喊绿石，对吧？然后你再喊整个这一圈外圈，然后再喊冷的这一圈，然后再喊伺候，是吧？分三个步骤，保护线、绿石、冷图、针尖，对吧？这个步骤是这么来的啊。来，我们跟着这节奏一起走。你看这个保护线的话没有压力感，对吧？你说平整吗？不平整。你说圆润吗？有点。内齿，前板的内齿，前板的内齿，这是前板的内齿是有点塌，但是这个稍微塌的是过了一点啊。底板有点这个麻麻扎扎。然后这前板呢配个直石，是吧？是吧？做假不认真，是吧？你做假不认真，是不是？你前板呢配个直石，你到你骗鬼了你，是吧？是不是？